TVB 艺人姚子玲6月2日下午在香港将军澳电视城出席新节目《我的宠物》发布会，会场多只狗狗也出时造势，非常的可爱。爱狗之人姚子玲称，每次带狗狗出门时像是照顾一个小朋友一样，要带上水、零食和玩具。另外，最近又有姚子玲和前男友 Raymond 的床上亲密照，以及姚子玲跟 Raymond 二奶的语音聊天记录流出，不知道姚子玲有何回应呢？其实这件事情我想也不回应了，因为我也说过了，其实之前也澄清过，也交代过，所以要回应的就已经回应过了。那其实事件也告一段落，也已经是过去的事，那也我觉得也没有需要再去回应。那就算再发放一些什么样的东西也好，其实也没有意义。姚子玲表示，即使再发放一些什么东西出来也没有意义，是不是代表即使将来有更劲爆的东西流出也不怕被曝光了呢？刚才我都这样说了，就是再发放任何东西其实真的再没意义，因为已经过去了。魔方传媒香港报道。